进来。杨木泽，怎么了？那个，外面客厅好像有动静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没有。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那个，外头打雷了，还闪电，挺大声的。害怕呀？不害怕呀。有点儿。算了，当我没说，我先回房了。哎，去客厅待会儿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。目光也曾掠过你的眼睛，可能命中。梁木泽，你又失眠了。如果失眠的话，可以试试冥想助眠法。首先，把眼睛闭起来，让全身都放松，然后开始数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吸气，再数五下。呼气，呼气，呼气，再重演心动瞬间。爱奇艺 Chillax 里榜，我的地档的在。